韩国演艺圈再爆震撼弹，韩国知名论坛网站最近大量流传一个谣言，声称某个目前大势当红的偶像男团中竟然出现了一对秘密交往的同性恋人，而且遭到狗仔媒体锁定，早已搜集好两人交往的证据，但是碍于韩国媒体有不报道同志出柜新闻的不成文规定，一直迟迟未公开。不过该媒体正在商讨如何报道的法律对策，已经做好会面临诉讼的觉悟。此消息一出，让韩国网友纷纷讨论，究竟谁是这对偶像同性恋人的主角呢？但也有人批评该媒体的做法，认为韩国民风保守，社会舆论还无法完全接受同性恋情，若是真的报道了，间接等于强迫两位年轻人出柜，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虽然仅仅只是网络论坛上的谣言，却已经引发热烈的道德论战。